高雄荣总护理部在刘院长的领导鼓励支持下，秉持着高质服务、雄心创新、荣耀生命、总归爱心的核心价值，不断地提供更优质、更安全、以病人为中心的全人照护。近几年来，护理部各科护理，不论急重症病患、心脏病患、胸腔病患、妇儿病患、癌症病患、精神病患，甚至社区的居家照护，都获得国家品质标章。去年我们的抗菌护理团队还获得 SNQ 全国及国际最优质照护金奖的殊荣。今年高雄荣总获得全国机构推行奖，护理部荣获全国卓越中心，还有我们的高龄友善也是全国唯一的标杆医院，护理照护品质第一名。护理部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系统，不断推动品质循环的巨轮，追求卓越，这是我们永远的坚持。好还要更好，护理部将不断地透过团队合作，结合资源，运用知识管理与资讯，鼓励创新研发，创造价值。未来我们将持续培育最优质的护理专业人才，提高最卓越、以病人为中心的全人照护，成为带动其他部门与外部机构业务发展的动力。谢谢大家。